见过卖鞋的，但没见过这么卖鞋的。这种鞋盒还真是第一次见，嘿，就跟咱们小时候那种文具模型似的，后面这样，然后前面是这种魔塑在里边的，一下回到上世纪90年代。什么叫国潮？这他妈就叫国潮。我觉得这双使用了全掌太极技术的闪现篮球鞋非常棒，可以说完全达到了我对于太极技术篮球鞋的预期。而且我认为这双鞋新调教出来的太极中底材质对穿着者的脚感体验是有破坏性的，就是说当你穿完这双鞋之后再换成其他篮球鞋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无论是日常舒适度还是运动脚感，这双鞋实在是太舒服了。哎，我去，没地儿拍了，放这。从时间轴上来说啊，帕克7发售的时候，这双闪现正好进入到开发阶段，也就是说匹克把人们对帕克7的各种吐槽在这双鞋上进行了改进，就像当时太极 1.0 Plus 跑鞋对于太极 1.0 跑鞋的优化一样，可以说进步明显。所以当我第一次穿上这双闪现的时候，心里这就是我想要的脚感。最近这段时间后台很多朋友也都在问这双鞋，正好借着这次这个海尔兄弟联名款推出的时机，把这几个不同配色的闪现一起聊了。